欢迎回来继续 Focus。 我们在经济市场上呢，先问您一个问题，您猜猜看，在全美国2023年在应用软体下载的次数、下载的量最多的是哪一个品牌？你可能会猜会不会是 Instagram， 或者有人马上猜 TikTok， 但这两个答案都错了。在全美国今年位居榜首冠军、独占鳌头的下载量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跨境电商品牌拼多多旗下的 Temu。 那么它呢，在日本、南韩全面取得成功，它的 APP 下载量快速冲高。而日本的跨国连锁折扣店唐吉诃德，它的母公司呢，也要跟中国阿里巴巴合作。那么它的合作呢，是必须要在这个唐吉诃德很多专柜上面贩售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没有在日本上市的中国产品，所以他寻求跟阿里巴巴合作，设立一个一站式的海外采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电商在境外发展、跨境发展，现在成熟的速度非常快。把所有物品都排放整齐，彻底利用各种空间。这些点燃许多人心中收纳魂的生活杂货，就是中国大陆拼多多旗下跨境电商品牌 Temu 能够成功打入日本市场的重要载体。而另一大关键因素则是低价。日本的物价上涨，来自中国电商平台的服装以及生活杂货，因为售价低廉，越来越受到日本消费者的欢迎。今年7月才在日本上线营运的 Temu， 在日本 iOS 与 Google Play 的购物类应用程式下载量连月来几乎每天都高居第一，也因此只用了短短121天就突破400万下载量，比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中国快时尚品牌 Shein 所创下的155天记录还要短。 They're paying big bounties and referral fees for you and I and every other consumer toBring someone to the site to download the app and to make that first purchase. 在南韩市场 ，Temu 同样取得漂亮成绩单。从8月1号上线之后，只花了88天就达到200万的下载量，远超过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与 Shein。Temu 在美国更是发展的下下叫，尽管去年9月才登陆美国，但苹果公司上周二公布的2023年全美应用下载排行榜， Temu 已经超越 TikTok、Instagram、Google 与 YouTube 等热门 app， 夺下全年冠军。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为了应对后起之秀，本月5日罕见宣布调低对平价服装卖家的佣金。从明年1月起，单价15美元以下服装的卖家抽佣比例从 17% 调降至 5%， 15至20美元之间的则调降到 10%。 上周更宣布要在深圳建立亚太区首个针对卖家的创新中心，以便把更多中国境内的低价商品带到全球市场，未来势必与中资的 Temu 与 Shein 展开更直接竞争。 What I've seen, you know, the last couple days, you know, we've been in Shenzhen and we've organized a seller conference, seeing the energy, the momentum. 至于日本，则有大型贸易商伊藤忠商事透过杭州的电商服务商史尼福与阿里巴巴集团展开合作，专门为日本零售业者提供海外一站式代购服务，省去日本企业为了采购中国商品需要派员到中国选货进货的成本。本月初才在高雄展店的日本跨国连锁折扣店唐吉诃德母公司，则率先采用这项服务，部分日本门市最快明年初就会设置专柜，销售在日本从来没有上市过的中国商品。然而，当各国跨境电商积极借中国的低价服装与日用杂货抢占市场之际，600多名欧洲环保人士却发起公民抗命示威，上周六下午包围占据了阿里巴巴集团在比利时列日货运机场内的物流中心，阻止运载大量中国商品的飞机卸货，也阻挡货车发货。Aujourd'hui, on bloque l'entrée de l'entrepôt, on empêche que les produits arrivent depuis la Chine pour justement dire aujourd'hui on veut un autre modèle de consommation. 组织这场示威的反化石燃料联盟红色代码批评跨境消费的碳足迹过高，而且为了处理跨境物流，机场得不断扩建，造成农地消失，加剧气候变迁，并且破坏当地生态系统。Tant que les activistes sont ici, les camions de livraison, par exemple, ne peuvent plus entrer et sortir. Donc, ça a un impact directement sur l'activité économique d'Alibaba. 示威导致机场与物流运作瘫痪将近12小时，最后当地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并且逮捕部分示威者，才让这起抗争落幕。然而，中国跨境电商面对的挑战，除了在地民众可能出现的抗争之外，还有来自竞争对手的非市场挑战。海外电商平台 Temu 在美国重启对 Shein 的诉讼 ，Shein 表明会积极。
Tim 最近向哥伦比亚地方法院指控 Shein 采取黑手党类似方式对付 Tim 与旗下供应商，包括威胁成因供应商只能与 Shein 签署独家协议，还曾经把与 Tim 往来的供应商关在办公室好几个小时，强迫其离开 Tim 平台。Shein 更致力于挖角与复制 Tim 的推广策略。Shein ships its products directly to consumers from its Chinese suppliers. So if those packages are valued under $800, they're not going to be subject to the same U.S. customs screenings that other retailers are. So that's how they're concerned that, you know, potentially these clothes were made with Uyghur forced labor, and they're not being found out because of that. 2018年开始扩展全球的快时尚品牌 Shein， 凭借低价在美国快速攻城略地。但去年九月 ，Tim 登陆美国之后就遭遇严峻挑战。据彭博数据 ，Shein 的客户数与销售数字今年第一、二季陆续遭 Tim 超越，而这已经不是 Tim 与 Shein 之间的首次争讼。尽管部分诉讼曾经获得和解，但两大中国跨境电商为了抢夺海外低价市场，各种竞争恐怕仍将持续激烈。TVBS 新闻综合报道。